啊，不可能送对儿。人人有自己的位置，所以就危险了。难呢。来一把青钢影。皮尔特沃夫终将迎来自己的宿命。直接上去摸扣 ，A 阶拉起走了，不打了。A 扣再扣走。呀，平 A 阶拉起，套点盐劝退，让他劝。哎我操！他是红怒扣吗？哎，刚才居然是红怒扣，那我有点傻逼了啊！我有点傻逼了，我有点从那斗地主之中还没缓过来，让我吃口饭。有个弹幕挺有意思的，呀，你还敢跟鳄鱼换血？我确实不应该跟他换血，我应该直接出门就投降，那多好，是不是？血咱也别换，线上就让他推就完了，那我们直接挂机。拉起走了 ，A 接 Q，A 接拉起，接点盐接 W 溜接平 A。压了，先来个耀光。皮孩咱出不了，把这个卖了。啊，我们家还有个乌鸦呢。不是，他说那话就逗。哎，你还敢跟鳄鱼换血？那你说不跟他换血咋办啊？打线上连血都不换，你打？打啥呢？玩啥呢？玩消消乐呢？玩扫雷呢？说的话就缺心眼儿，你知道吗？打吧溜，扣一下，一下，一回来接拉起走了。这波他有红的，不太好办啊。来，打破那些拉起，一下一过来，这波可以追。A 接 Q， 闪现，哎，炮车，
我想想他E有没有啊，他有E，别急啊。别急，哼，等一会儿啊，等他没怒呢。W 大柱接扣，给我晕住了，再扣，还行啊。叫人是吗？咱俩皇城 PK， 你跟我在这叫人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不讲武德呀。W 键拉起，扣一下，一下一回来 ，A 键拉起走了。W 这打不了空了，不应该啊！他现在两管怒，小心点啊！扣一下，一下一回来，先拉起。这鳄鱼不够细，都不破我们盾的，再拉他一波。这个英雄就很无脑，跟我们可不一样啊！先打破牛街拉起，这鳄鱼居然不打了，我都没想到。靠墙一点啊，他现在没怒，他要死马上，我们可以越塔杀他。留最后一个兵放个扣，扣一下，A 扣，大柱点烟拉起一下，一回来平 A 接打不溜，哎呦我维克托电焊工啊！1580。卖不卖呢？卖了吧，要不报仇去，一会儿的吧，别着急，现在没到我们的复仇阶段呢。走街拉起，
你看就这种鳄鱼跟我打都能打个差不多，相当于5-5开，你就知道鳄鱼这英雄到底有多恶心。你干哈呢？这鳄鱼可以说，我跟你们说，有如狗屎一般，没有一点点细节。我满身都是细节，我至少10万个细节在身上。但是他能跟我打个5-5开，鳄鱼这英雄，没办法，这英雄不费蓝，不需要控制蓝量，技能吸力也不是很长，伤害高，有回复，有突进，有位移，有控制，少点减速。干哈呢，螳螂？换不踹你吗，螳螂？来给个 W 溜，拉起，走了。先来个小屁孩。建议下把玩鳄鱼，我觉得鳄鱼是滚雪球最狠的英雄。你干哈呢？让他追来，他二段一敢用，我们就杀他，扣一下，爬爬溜一下，一回来接平 A， 接 Q 点炎。A 接拉起，你本来就不合逻辑，不用打惊吓。我已经无敌了。那电焊工再怎么狠没用，一个青钢影如果无敌了，电焊工等于没用。回家了，找电焊工呢。我希望你这个蓝 buff 拿完以后别送，行不行？一下一过来 ，A 接 Q 接大豆平 A，A 接拉起，哎呦我1000！这回才是真正的无敌。下路咱先不去了啊，先把他中路塔给他拔了。这把要做好1-5的准备。只要耐心等待，裂缝总会出现。走，去趟下路啊。来吧，电焊工，闪现，打破流动。原来螳螂在这里，可恶，可恶的螳螂！哎呦，我真可恶啊，这螳螂！
我操，这波本来我杀电焊工的，这螳螂太烦人了，这螳螂。快点守基地！家没了。倒地别掉，还行，一条小龙啊，那鱼正好值钱了，上去收了它。打不住我拉皮平雷，这鳄鱼是不以为自己家优势特别大随便玩了，啊，你是不是以为你们家优势已经特别大随便玩了，兄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腿女。这边高地要掉了，我们赶紧过去啊！这边得一打五，我操！哎，什么原因？我的 E 技能拉完以后没过去呢？什么原因 E 技能拉过没过去？我的 E 技能优先级应该都是比他们高的呀，你拉克斯禁锢也没有我优先级高啊。这波得先杀维恩，一下啊，拉克斯禁锢比我优先级高，拉起这拉克斯挺烦人呐，啊，你往哪走，打爆那回血，一下一过来扣一下平 A A 接，为什么死了，什么伤害，电焊工的虚区确实有点高啊，伤害有点高，哎呦我操，嗯，他是看见人了吗？好拽，一下一过来扣一下平 A A 接拉起，先给我杀拉克斯，平 A 接扣，给我追这电焊工，我们要杀，装备呀，拉起！
看有没有红 buff 啊，打个红的。我要你在哪里，你就在哪里。他多少级呀、啊？他十四级，十四级还好。我真得来点魔抗了。给我这红。这鳄鱼干嘛呀？哎，我怎么感觉这团战也打不过呀？怎么办啊？那电焊工打我老疼了。哎呦，我这螳螂也可以，不行了，这把应该是够呛了，兄弟们。以目前我们的装备来讲，还没有做到一打五的办法，没有办法做到一打五。那螳螂打我也疼，维恩打我也疼，他们家的英雄吧，还都是那种打人特别疼的英雄，还没有肉。除了那鳄鱼，我吃那一个电焊工的大，我就要够呛了。我得来个振奋，还得。如果中路没掉的话能打，中路掉了我们就很难打了，因为我只能回来守中，你不回来守中基地就爆炸。那中路掉的太快了，给了吧，不要了，下一把吃饭。